十月十一日，李冰冰、廖凡、任泉三人现身北京首都机场。只见李冰冰以黑超遮面，上穿条纹西装外套，内搭深色毛衣和白色衬衣，下穿深色紧身牛仔裤，脚踩白色高跟皮靴，双手抱胸，突突的霸道女总裁范呢。不过冰冰姐一头乌黑长发披在肩头，举手抬足之间也为她增添了几丝优雅女人韵味。而一旁的廖凡大走文艺大叔路线，灰色贝雷帽搭配男人味爆棚的胡渣，也是不一样的风味呀。任泉则是一身全黑 look， 背着红色双肩背包，神清气爽。据悉三人同为上戏九三级的同学，这次在机场一起同行，一路有说有笑，相当热闹。冰冰更是手挽廖凡和任泉，画面一片和谐，真是让人羡慕的同学情呀。这世界很酷。